10月5日，蔡依林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自拍照，并喷文称内建相机拍照的模式大概有3000种，未来看能不能站上一席网红之地。蔡依林为了挑战网红视角，顶着时髦的爆炸头花式卖萌，尝试了各种自拍角度，身穿红色外套，迷之自拍角度一言难尽，披上两颗桃心可爱十足，大眼嘟嘴卖萌十足的少女娇俏感，两只鼻孔超强劲，画了一个造型时尚感，蓬松短发搭配垂坠式银色耳环相得益彰，卖力卖萌的表情超可爱。蔡依林吃惊的表情包上线，金发大眼宛如芭比洋娃娃，38岁的她仍有一颗少女心，只不过她自拍风格太强了，完全 get 不到网红视角的精髓，大眼瞪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。除了卖萌，还有局部特写，左右眼三连拍，没想到性感天后也有这可爱的一面。网友纷纷留言，那也是网红女王蔡网红，您自拍的时候大脑一定被鼻孔支配了，再先把你的直男自拍姿势改了再说，秒杀网红气质。